已经欣喜若狂了，中外方向好大哥等爱锁定第一球就出击，一棒轰出大墙，直棒27年开幕战，台湾巨炮陈金峰个人手打席就先来个轰不让 back to back 全垒打，全场球迷又惊又喜，全都起立为峰哥喝彩。二局下半，陈俊秀、陈金峰 back to back 爆火秀，点燃全场原迷情绪。而这也是暌违889天后，陈金峰再敲出全垒打，是生涯开幕战的3轰，改写中职纪录。不过换东家的前队友林志胜也没让他们专美于前。把球送到右外方向，这球非常的深远，在全打墙附近，结果改变黄色兄弟战袍，回到熟悉的昔日主场，大师兄林志胜面对老东家不手软，六局上半先轰出2分炮，到了8局再来1分阳春蛋，现在大师兄的中外方向的飞球在警戒区，警戒区单枪双向开幕战击出连两打席全垒打追平比数，林志胜再度创下中职开幕战新纪录。而整场比赛两队总计敲出7发全垒打，同样打破历年开幕战纪录。七棒的周思齐面对这个变化球，结果是一支扎扎实实的安打。一棒扫到中外野，到了延长赛11局上半，周董周思齐适时安打，帮兄弟抢下关键2分，最终带领球队以13-11击败拉米狗桃园队。今年开幕战除了打出7支全垒打以外，进场人数19,393人，打了将近5个小时，全都破了中职开幕战新纪录。开季第一场比赛，两队就火力全开，互别苗头。记者台北桃园综合报道。